探班综艺后台前的准备。班里最近好几个综艺连番录制，今天去探班应该能碰到一些艺人了，给他们做一个入秋必喝的桂花拿铁。准备的金水都在这了。探班的综艺大出云集，还是不给他们了。来个大变身。定期铲铲鼻子，小仙女的鼻子可不能倒插秧哦。咦，不能给你们看，收敛一下就可以化妆了。我一般用底妆三件套就可以搞定了。今天涂个明星同款的206吧，待会儿台里见。观众已经都进场了，这里就是大厨们给艺人做好吃的地方。探班的福利就是给明星做菜的大厨给咱们也独家做了一份。导演说下次说不定可以来当美食嘉宾，那我们就下次屋里见，拜拜。